有好几亿的现金在里面，然后就一直这样子换。No, how much? 哇 ，many color 哦，一开155万，60万成交，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Okay, they want 70. One buy 啦。One ship 啦。One buy 啦。Okay 啦。我觉得这包我都没办法，这包就Gucci 什么我做不到，雷锋哦，雷鹏哦，多少钱？八个啦。你算，你算。650到200。哎呀，别别 ，No, many people， 拿啦，拿来，哎 ，fuck that。不过这边就欢迎来到 Cookie 讲越南，来到越南呢，有一个地方是你一定要来的，你一定要来槟城市场。嗯，槟城市场呢就在后面这里。为什么来槟城市场呢？因为槟城市场对面有两间换钱非常大的公司。那槟城市场其实蛮无聊的，我其实一点也不想拍槟城市场，可是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拍一个内容，叫杀价。我的越南朋友啊就在前面拿这个啊，他告诉我你就从四分之一开始杀起就对了，是吗？对。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杀价，我是一个不会杀价的人。那我们接下来换汇，那有介于今天这次的越南之旅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钱包没带出来，换马来西亚，但还好我有带一些外汇外币，所以我信用卡是不能用的嘛。现在换外币，这两家其实汇率是差不多，之前做过影片比较过了，那我也不比较，我也问了在当地的人，他也说基本上差不多嘛，差不多，所以选人少了就对了。对，没错。然后他们是没有排队的，就是好像有排三个队，其实没有排队的，就是往前挤就对了。我说真的，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常用的汇率，我刚换了六万泰铢嘛，应该是4780嘛，刚换了4100。哦，多了100万呢。对啊，真的多了1000块台币。哦，做了很多次实验，大家要相信我，在当地换，特别是越南当地换，这绝对没错。但是里面很传统，就是他们应该有好几亿的现金在里面，然后就一直这样子换。但各国现金都有。对，然后不只是换越南盾啊，也他们也有当地人来换美金，换了5元的。阿梅啊，那个应该是刚游客。对，我们走去看一下盾啊。韩国人一般上都不太好看，动完手术才好看。这段能用吗？你好，我是越南强尼，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胡志明最好逛的市场——槟城市场。哎，不过我说的这个市场啊，如果你要我来拍历史影片啊，我可以讲很久，好像1800几几年就到现在。然后以前这里是胡志明最高档的地方，就在法国殖民的时候。等一下你会把它剪进去吗？刚刚越南强尼那一段。会啊。不能吗？因为这个地方我来过几次啦，然后我就觉得蛮无聊的，然后里面完全都是假货。T-shirt. You want to buy T-shirt? How much? How much? You buy how many? Buy. Buy five. No lah. One people. I buy five cheaper. Two. This one and more design. What design more? What design more? No. Only this one. Ah. No. How much? Yeah, look. Oh, many color. Yeah. Look. What color? Black. Black, green.Black and green. How much? 麻烦吗？对啊。一直不要跟我讲价钱呢。Two shot. And how many shot you want? One shot one. Shot one. One shot. 六 OK. Actual lot okay. Okay. 成交。一开155万，60万成交，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个当地人还跟我讲要80万，结果60万成交。心比较软。有了。某一间啊。某一间啊。100 for 1 100万。100 million 啊。100,000 10万。10万，对，10万。10万一件啊。哦。很多颜色，很多你在去看。对，别。来，给呢。可是。来给。阿里达。这布料不好了，不要了，不要了。来。No, thank you.看不看？你买的，我用很多了，很好 quality。不要。啊？不要。Thank you.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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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啦 ，Justin Bieber。You want for this side?
哎呦，OK, this one 70. One by la. One zip la. One by la. OK la. 他开十包哦。OK la, OK la. 度度度。OK, OK. 感恩卡，哎，不不不，感恩感恩。感恩卡，感恩卡。哎，有 peopl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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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people, many people. 拿啦，拿来。哎。Fuck that.靠北嘞，是啊，不过我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第一间是开150万嘛，我们60万成交，对，然后有了第一间之后，第二间呢还是开18万，然后我15万成交，因为我刚才讲说我这里已经有了，我刚买了这个价钱，我第一家是买20万，第二家是买15万一件，啊，对对对，好玩嘞，好玩，啊，买个钱包。How much? 65万啊？对，这要多少？20万。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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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 Yeah. The quality different. This. This one small. This one 100% leather. I know this one. Yeah. Okay. Maximum ride. Okay, do you like this one? Would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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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lease. A little bit bi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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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one. Please.Please. A little bit mo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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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For lucky today. Lucky. Yes. Okay. Still the same. A little bit more. No, no, no. This one. 250. No, 200. 200. Okay. Okay. 650杀到200。我觉得很好玩呢。我这里真的好像迷宫哦，密密麻麻的。你要买什么 T 恤啊？全部卖的都一样，哎呦，奥黛哦，奥黛，你要买回去哦？没有啊，我又没有女朋友。嗯。No, thank you. No, no, thank you. 真的，我觉得一分天上应该这样子玩，对吗？啊？槟城市场应该要这么玩。哦，对啊，大家都知道来这边一定会杀掉。可是大家杀的不够狠，我们没有拍到那个表情啊，就是。他是干遇到对手了，所以正时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杀就对了。再来玩一次，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杀价，我是一个不会杀价的人。我觉得这包我都没办法，这包就估计什么我做不到。我买了不敢用。好了，买个墨镜啊，杀个价玩个爽。哎，想买什么？老板，钱包吗？老板，钱包。钱包不见掉啦。不见掉，钱包不见掉了。OK, for you, for me. 雷邦，雷邦啊，雷邦哦，雷鹏哦，好嘛强。400. No, not for dollar. 200. OK, three. Two, two, two. Three, come on. 200. No, 200.200. What color? This one. 650杀到200。这个原则没有错。我们现在在就整个市场的最中间啊，就这条是主干道，然后那边是东西南北。这条现在主要卖他们比较多是生活用品啊，有什么咖啡豆啊、腰果啊这些。然后经过上次我的经历之后啊，不要再相信他们这边有什么猫屎咖啡，没有这件事情。看到这个牌就知道你在正中间啊，正中间之后，往北的方向就是吃东西的，然后往南的方向呢，就是看美眉的，啊，往南的方向看美眉。我们今天吃东西，等一下看美眉。啊，这边一般上要怎么逛？在地人？没有，这边就整块就是吃的，然后。其实每一家都价钱都差不多，你可以拍一下看看菜单。板米5万块。对啊，不算贵了，就是正常，差不多的正常价。有点偏，就是、应该说是旅游区 OK 了。旅游区的价格。然后那个河粉大概是60块。饭是做咩？食乜嘢？云吞面啊？啊，云吞面啊，好食啊！等等先，大家都一样啊。你的比较好吃吗？对啊。哎呀，等一下。其实每一家味道都差不多，然后也不会到太难吃了，都是同一个供应商嘛。
好，就这家吧。哦，对。啊，干不 ？OK， 拜拜。这个有中文哦。对啊。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这个应该好吃吧？甘蔗虾。甘蔗虾。这个。你要这个吧？这个一个一个吧。好，我们现在河粉到了，然后这个就是莱姆啦，60块嘛。对，60块。60块在胡志明的河粉算正常。在一郡算正常。一郡算正常。对，很正常。然后拿买了两个这个肉串，这汤头反正是比较偏清淡一点的。不是我们在胡志明马路上吃到那种很浓郁的。那个越南汤河粉的浓郁其实不是很浓郁啊，是比较浓郁而已，相较之下浓郁。我们吃一下这个，这是虾，虾子，你吃过了？弄到了，都弄到了。这明显刚有。选到了。那个烤盘啊，烤盘啊。这 OK 哎，真的好吃啊。好吃哎。对啊，真的。你吃过吗？我吃过。对，这 OK。而且它很甜，是因为它有甘蔗的甜味进去。对啊。哎、欸，这好吃耶！对，这可以点。这是猪肉，猪肉吗？猪肉卷。这也不差，可是还是这个比较好吃。好，我们等一下去带他去看越南妹妹在跳 K-pop。最近好像很流行是吗？很流行，很流行。哎 ，Let's go。好，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少男们，然后平时呢傍晚的时候这边很多妹妹在那边跳舞的，去年来的时候还没有，去年来的时候还是封着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来这里的话，我可能我们等一下结尾的时候拍一下，就是晚上的时候这边的画面给大家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大家记得我在河内有说过，就是他们很多那些大学生会在环建湖附近跟你聊天嘛，这里也是蛮多大学生，可他们是跳 K-pop，这个广场蛮适合的，还有另外一个广场呢，是什么？广场舞的那个步行街，啊，那个以后也会拍给大家看，嗯，应该就这样吧，今天影片到这里为止 ，OK， 好，好，就这样，谢谢，拜拜，不。